这是一款无人驾驶清洁车，它每天的有效作业时间可以长达16个小时，每小时可以清洁13000平方米，相当于10名环卫工人在不间断的工作。同时呢，它还可以自动绕行障碍物、避让行人、紧急制动等。那么它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？实际上，在它身上高效融合了23个传感器，可以达到360度全息感应。不管是路障还是人群，都难逃它的火眼金睛。它头顶的支架上搭载着不同类型的雷达和高清摄像头，当清洁车遇到前方车辆时，会自动从侧向超车，超越后返回原路线，继续保持工作状态。如果有人从路边突然出现，无人驾驶清洁车也能自动识别，及时刹车。它的四周还配备了多个清洁扫帚和出水喷头，采用扫刷、吸尘、冲洗三步一体化的工作模式，并自动感应路面宽度，实现3厘米的沿边清扫。结合人工智能和 5G 模块，可以将路面情况和清扫数据实时传输到后台终端，进行智能分析，帮助清洁车提前规划线路。除了这些本事，我听说无人驾驶清洁车在工作的时候还从来都没有迟到过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平常，环卫工人需要在夜间、高温和严寒等环境下工作，再加上人为作业，环卫效率低，清洁效果难以保证。然而这些问题和困难，在它出现后都将迎刃而解，在它的帮助下，可以大大减少现有环卫工人工作时间，减轻清洁人员的劳动压力，而它也被亲切地称为苏州北站劳模。目前，人工智能已经应用在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相信在科技的加持下，机械化的工作方式将逐渐替代人工，随之而来的是规模化、高效化、持续化的生活方式。同时，我们也相信，在科技的驱动下，未来的生活将会更加智能、更加美好。